宝宝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赏望郑恺哥哥、王远哥哥和欣喜哥哥。我也是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哦。来，宝宝，跟我一起赏。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反正说来说去都是想让你开心。不是不是，是，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哼，你这样做了。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每天起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好想好想你。无论晴天还是下雨，都好想好想你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伤心。天天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我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。反正说来说去都是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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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正的好想你，不是假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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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够了够了好想你，真的喜不喜欢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喂，宝宝，那如果你这首歌。你唱送给王俊凯哥哥，你怎么唱？最好讲，最好讲，最好讲，最好讲。那首歌送给王远叔叔呢？王远哥哥，王远哥哥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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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最后呢，送给千玺哥哥。Tell me why, tell me why, tell me why, tell me why。拜托你呢，哼 我绑不绑？你是最棒，最棒，最棒。